二只小龙了吗？你自己来送死，省得姑奶奶我去找你。早餐。从哪拿来拿回哪去？本小姐这辈子也不会是你给的东西。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黄鼠狼给欺歪你。哎，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老板，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他根本就是一个野蛮人，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老板，好好说，好好说嘛，想想团圆香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问完我就走。别问了，现在就走。力气大了不起啊！你还有脸来找我？昨天晚上把我一个女孩子扔在大街上，我有多害怕，你知道吗？手机没电有多难打车，你懂吗？你现在什么态度？一句道歉都没有，我欠你钱啊！老板，你就跟小姐姐道个歉吧。哎，你看看，连小孩子都比你有理。行行行行，我看你这个样子，让你道歉比登天还难。想问什么赶紧问，问完赶紧走。你对我的花都做什么了？喂，老师。老板，忍住，就差一点了。老板，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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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老师。哎呀，我最近手头真的有点紧，你们再给我宽限几天行吗？再给我一个礼拜？啊，不不不不，三天，一天行吗？刚才是你把早餐扔给我的吧？啊，我扔了吗？没有，老板，我怎么可能你替我挡枪呢？今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。闭嘴！老板，他回来了。你刚问我什么来着？你对我的花到底做什么了？不好好的吗？哎呀，还开花了。所以你到底做什么了？我就把它放到盆子里，给它浇水啊。浇水？啊。浇什么水？怎么浇？这是怎么喷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瞄准了，谁让你动来动去？我竟然会相信你这种人！我都瞄准了，谁让你动来动去？什么叫我这种人？